日前，刘嘉玲、彭佳慧、范文芳等一同现身北京出席某服装品牌的新品发布秀。一袭红色典雅短裙亮相的刘嘉玲惊艳走上红毯，跟我们分享了接下来的工作安排。下个月可能要去坎城，因为我的电影入围一种关注。我跟成功的对接。所以接下来下半年的话，都会以宣传为主。我想都要出台，然后还有时刻的狄仁杰前传，今年会很忙。而且废歌后，彭佳慧因为参加了内地的歌唱节目，再度走红，商演也是接踵而至。彭佳慧就坦言，非常重视内地这么大的展示平台，让更多人听到她的歌声。台湾真的，比内地小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啊，我都希望把自己呕心沥血之作，可以啊，在不管台湾也好，内地每一个省份。我都希望想要听我唱歌的朋友都可以听到我的新歌。我觉得主要是我现在可以啊比较多的演出，然后可以让我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，甚至于我很乐意到每一个地方，因为跟钱无关，我真的这么觉得，对。